我不是你个卡娃，对起码开心我保护你。我用我的生命爱你，忘记自己也毫不留情。爱一个人奋不顾身，心苦也觉得。 你是咧创啥？敢若摇晃共款，安尼行日路会足危险的。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总裁，你来得及？先别问遐尼多，先坐咧，我看你个卡。 你可能怪着我，心就疼啊！你就疼着无？我怎么送你病？没，我是卡疼，我是心疼，古人愿意真正帮助我。 家兄，我不是你个卡娃，对这摆开始我保护你，我背后给你流目屎，你有听到无？这不是要求，这是我的命令，我命令你对这摆开始才是我的保护，你有听到无？ 不准你去摇他！统领，都发生什么代志？总裁，车敢怪怪的，我打不动啊！总裁，你紧坐好。 佟尼，你先别紧张，紧想办法。咱即摆伫路行，车速愈来愈紧啦，我惊等下真正挡袂起来啦。佟尼，免关车，等下过弯时阵，咱做伙跳车。好。啊，我毋捌跳过呢。你免紧张，卡输你会惊，你目睭开开，甲我手了下来，我会保护你。 跳！吴家祥，你安怎了？我无代志啊。总裁，你头脑坏啊！你，我袂要紧，你敢有受伤啊？我过来。 你是安怎啦？跟公务员是唔足疼的啦？你是不是受伤啊？这头前车流得侪血呢，你再跟我要紧无？哪里啊？动手！哎哎哎！向啊！哎，别冲啊！别冲啊！五梅。
你看你啦，你敢若讲安慰我，明明有跳到跟伊一面差孙孙啊，你都唔晓看到佫较烦恼。我正云在你毋甘这个情况，我若毋赶紧想一个办法了，才有一天约你怎样清气。现在是不是代表我即摆伫你心目中的位置，也比以前佫较重要一挂？ 你莫阁黑白讲啊啦！不哭不哭，眼泪是珍珠。嘿，我是足欢喜你有要紧我。你真正是一个种温柔佮大心的人，佮连外表拢无共款。李正华先生，准备动手术啦！遮紧哦！你毋是连刀拢毋惊？啊，手术切切哦！ 要准备真侪代志，要做真侪针的。我是惊伊的针头了，哇！你唔免惊，我伫外口等你，我做你的止痛剂。兄弟啊，平尊哦，像是恁兄弟，我是来讨笑的。阿彪。 我跟你讲哦，咱的代志人工正巧，今日的代志先结束，这不是你讲的准则。阿聪。 你感觉有倒位感觉无爽快？我看到你，我规身躯拢足爽快。你敢知影？你天十几钟我烦恼到要死，你阁有心情在遐讲爽笑？怪伊哦，阁会晓耍嘴皮子，你应该是无代志啦。我安怎嘞？那无去啊？你要创啥？无啦。
红线无去啊，可能在伊个船顶啊，我要去找伊啊。袂用的，你即马倒来拢袂用的去啦。哎，啊，不过。倒好。好原来你收起来啊！看到你昏去啊，还是把这条红线揪条条，我就知影你有我尔珍惜，我尔把握咱两个的缘分。所以今麦开始，我嘛会把咱的缘分好好聊聊。咱一定爱好好聊聊啦。